我们现在在打极冻鸟，大家正在努力。为什么我觉得它掉血好像速度有点慢？会反光吗？对啊。那抽到13个人了。对啊，因为昨天9个人都差一点点而已。昨天9个吗？昨天不是8个。嗯。现在245秒，还有，哎，不错哎，不错的效率哦。砍掉1/4了。你现在死第几只了？不知道。哎，不错哎，是差不多接近剩200秒，还有。大概55%而已，大家准备要第一轮6只，应该差不多准备要死了。不过还有2/3的时间，是还算不错的速度。哦，170秒，已经剩下1/3的血了。可以顺利，应该在100秒之前就可以把这结束掉喽。极冻鸟37000多，妈妈现在右边的手机是班吉拉斯在打。快结束喽，快结束喽。我很好奇，打完之后抓不抓得到？没有问啊，怎么可以没抓到呢？来哦，来哦！你的已经死光了，右边的6只已经全部都死完，左边的6只也全部死完了。哦，还跳出？哪呢？过热，糟糕。打完了，好，一只跳出了，看现在是怎样，10个活力碎片，3个彩色糖果，9个金色蔓越莓。哎，刚刚那什么加13000的经验值，哎，嗯，好多啊，我要抓了。干嘛啦？有吗？现在你死掉可以再进去啊。宝可梦逃出来了。只要再打 OK 就可以进去啊。CP 1663。哎，很难呢。拜托，不要出来！耶，抓到了！所以是有咯，激动了。1663。哦，这个。你要打这极冻鸟，要凑人数哦，一定要8-9个以上哦，10个人以上是最安全的。然后啊，你还要去抓它，大概球数都很少，所以我们现在有4个人在玩，然后只有1个人抓到，它很漂亮哦，看这样子。来强化一下啊。强化吗？哦，还可以强化哈。强化一样啊，只是剩下等级啊。所以可以那个先找一下地图，先挑个人多的地方去打。公园，先去公园，然后先确定有这么多人打，然后再一起进去。好啦。好，我们下一个明天要准备打洛克。洛奇亚。然后就是这样子咯。拜拜。